咪，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啊？妈妈一直在你身边。妈妈一直在你身边，我一直都在你身边吗？有时候我要去上班，你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想我？那你想我的时候怎么办？看你的照片，看我的照片哦，或是去找爸比，对不对？嗯，还是你会跑去看电视？不会。还是你会自己看看跟妈妈有关的书，这些事情都可以帮你缓解一些思念的情绪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本跟想念有关的绘本，叫做《妈妈一直在你身边》哦，这是我们两个录影片得到的奖品，对不对？很可爱的小兔子绘本，我们来看看它的故事内容。妈妈一直在你身边。在一个太阳公公用闪亮亮光芒跳舞的早晨，小兔子福福很有精神的跳下床。妈妈在哪里呢？你看，这是她的房间，好漂亮哦，好可爱。对啊，她自己睡一张大床哎，就像你一样，就像你一样。对啊，早上妈妈好忙碌，穿着拖鞋啪嗒啪嗒的走来走去。妈妈，今天幼儿园下课以后，我要去咪咪家玩。这样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很期待吧？那你要来咪咪家接我哟。嗯，我知道啦，福福，走吧，准备好了，每天都得急急忙忙的赶去幼儿园，所以妈妈帮他收了一些刚洗好的衣服，准备好早餐。妈妈自己要化妆，然后就急急忙忙的送他去幼儿园，每天早上都很紧张，对不对？要赶时间。福福早安，小猫咪咪是福福最好的朋友。福福，我走咯，要和大家一起开心的玩哦。妈妈说完，急急忙忙的走了。妈妈要赶去上班，所以她来到幼儿园了，然后妈妈就离开了。今天有画画课，老师说，我们来画最喜欢的人吧。你猜福福会画谁啊？妈妈哦，福福和咪咪都画了妈妈哦，他们一直想着妈妈的脸，心中满满的是最爱的妈妈。你们两个画得真好，老师称赞着，好想早一点给妈妈看哦。所以这是福福的妈妈，这是咪咪的妈妈哦。幼儿园放学后，他们出发前往咪咪的家。嗯，妈妈，你看，这是咪咪画的。咪咪马上拿画给妈妈看，空气中飘着奶油的香气。这些饼干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，咪咪高兴地说。大家一起吃了饼干，玩了拼图和扮家家酒。叮咚，一定是妈妈来接福福了。他吗？你说咪咪吗？还是福福？那个是咪咪，那个是福福。对啊，他们俩应该都是小女生。你看这些烤饼干好可爱哦，还有小小的茶具哎，真的很 Q。妈妈来接他了吗？哎，结果一打开门，是奶奶站在门口。福福，今天换我来接你。奶奶，妈妈呢？妈妈说今天要工作到很晚才下班。晚餐准备福福喜欢吃的咖喱饭，和奶奶一起吃吧。就妈妈没有来耶，妈妈好忙哦。吃完了美味马铃薯和红萝卜咖喱饭，泡了暖乎乎的热水澡，天空已经黑漆漆了，月亮也探出头来，但是妈妈还没有回来。嗯，怎么办呢？好想念妈妈哦。福福啊，该睡觉咯。奶奶帮福福盖上被子，还念了他最喜欢的图画书。但是福福还不想睡，我要等妈妈回来，我想给妈妈看我的画。他跟你一样哎，想跟妈妈分享他的画作。啾啾啾啾啾啾，窗外传来悦耳的鸟叫声，阳光也从窗户洒了进来。福福一睁开眼睛就说，我要拿画给妈妈看。哇，隔天早了，妈妈还没有回来吗？还是妈妈在休息？但是呢，妈妈还在卧室呼呼的睡着，一定是昨天晚上太晚回家了。嗯，对了，福福帮忙做早餐吧，妈妈应该会很高兴。哇，她好贴心哦，自己搬了小凳子，然后打开冰箱准备早餐给妈妈耶。福福走到厨房，打开冰箱，她用力伸长的手，想拿妈妈每天早上倒给她喝的牛奶。然后
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露娜傻了，听到厨房传来的巨响，妈妈立刻惊醒，紧张的跑到厨房问：“福福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”福福的话沾到牛奶，变得湿哒哒。福福的眼里也溢满了泪水，湿哒哒。他好伤心哦，就是他精心制作的画作要送给妈妈的，就弄湿了。为什么妈妈不在福福身边？妈妈是不是不爱福福了？福福想一直和妈妈在一起，福福哇哇大哭了起来。妈妈缓缓地蹲了下来，紧紧地抱住福福。妈妈怎么可能不爱你呢？你是妈妈唯一的宝贝啊，我最爱最爱最爱你了。妈妈温暖的身上有着肥皂香香的味道哦。没有和福福在一起的时候，妈妈还是一直想着福福。工作时，妈妈会看着蓝蓝的天空，想着现在福福是不是在户外玩耍呢？到了中午，就会想着今天的午餐好吃吗？福福有没有和朋友一起好好的吃饭呢？现在你懂我的心情了吧？妈妈在家的时候也想着你哦。福福听了好开心。福福也是一直想着妈妈，然后画了这张图。福福和妈妈一样呢。对呀，我们都一样。谢谢你，福福，妈妈好高兴哦。福福啊，我们没有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也别忘记，福福是妈妈最重要的宝贝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妈妈最爱福福，永远永远哦。我也最爱你了，小小咪，永远永远。妈妈再次紧紧地抱住福福，福福的内心深处好像被阳光照耀一样，变得好温暖。今天福福也要上幼儿园，妈妈也要去上班，但是从今天开始，福福和妈妈有个再见的约定。什么样再见的约定呢？他们约定好了，抱抱，那是最爱你的证明。最爱福福了，最爱妈妈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每次分别的时候也会抱抱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约定吗？我最爱咪咪了。好，最爱妈咪了。这本就是《妈妈一直在你身边》，好听的故事，好可爱的绘本哦。福福好可爱哦，兔妈妈也很可爱，她的小绵羊也好可爱哦。好啦，结束了，再见。